吴绮莉呢日出席 Feel TV 新剧集《理想国》嘅宣传活动，呢次佢个角色都好似几大挑战嘅噃。讲我个仔系一个机械人啦，咁其实我差唔多四分三嘅时间都系喺度对住个机械人喺度做戏咯。做一个妈妈从来都唔易，相信吴绮莉都有好深嘅体会啊！听讲因为拍呢套剧，吴绮莉都有咗唔少改变。其实就唔关个角色事嘅，我觉得系每件事都系学习啦，系咯。每日都有少少嘅，都冇话缓唔缓和嘅，我觉得即系沟通问题咯。同而家依啲小朋友小圓嘅溝通方法會都有唔同嘅。而家啲細路仔好犀利啊，好叻噶，個個都好似三十幾歲咁樣，都比較老積嘅。係都比較大個嘅。咁你近排又有冇揾下卓林啊？都沒有天天啦，沒有天天，好煩嘅天天。我覺得順其自然吧。你當我想你的時候，那我就發個短信給你啊。對啊。咁主動都會講下佢啲。没有没有。